真的好险，幸亏你来得及时。你应该感谢巧儿，是她叫我过来帮你。刚刚我就觉得奇怪，怎么毒之翼那几个大佬一个都没看见，只留下这几个大家伙？他们这是调虎离山计，毒之翼的那些人肯定去了古堡。 放心，菲安不是说如果没有钥匙，密室的大门连导弹都抓不开吗？但是他们会杀人，古堡里还有我们三个战友呢。这类团这一次虽然损失惨重，但为了保住初始源代码，乔治长肯定会派人来支援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是先回古堡吧。 兵器果真是名不虚传，那你再试一下我这招。手，兵器是我的。 大厅的妞不好对付，我们扫出外围就好。你们最好跟狗一样乖乖听话，否则让你们有去无回。出来，我就在这儿。看样子。 你很不服气。既然你进来了，我会实现我的承诺，让你在这古堡大厅里永久的消失。哼，这个世界终归属于强者，现在考虑加入我们，还不晚。 我现在审判你死亡。这种低端的剑，不管射出多少支，我躲都懒得躲。你只配一支箭。
无效。冰溪的情况怎么样？他身上的能量一直在流失，战斗的时候能量聚集的越多，流失的越快。你是不是也能感觉到我们在古堡里获得的能量越来越少？是的，古堡的能量系统好像开始对我们不利了。冰溪这个样子很难再参加战斗，我们也需要保存能量，准备更残酷的战斗。我没有那么脆弱，补充一下能量就行，我还要找火神报仇呢。古堡系统已经检测到有数量庞大的智能战士出现在古堡的周围。古堡不是有安全防卫系统吗？这三年来，异形和仿古勇士团一直在冲击古堡的防卫系统，系统已经损坏得很严重，估计指望不上了。系统指望不上，那我们就靠自己吧。小猫说的不错，反正大家都没钥匙，谁也打不开那道门，那就在这里跟毒之翼打消耗战，等乔治找他们缓过劲儿来，我们来个里应外合。这确实是我们现在唯一的选择。七亚，你帮大家检修一下，大家用最好的状态迎接这场硬仗。没问题，这件事情交给我了。只是检查完之后，请大家把我摧毁，因为我的水晶手指就是打开初始源代码大门的钥匙。这是我父亲的安排，所以我才会被系统禁止来到临极岛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姐，你帮我恢复记忆后，我就得到了相关的数据。这是我们的使命。七亚，你确定自己被摧毁后水晶手指也会消失吗？如果不能，那在水晶手指基础上再重造一个你，也只是时间问题。我老爸说，水晶手指是坚不可摧的。所以，一起战斗吧，七亚，我们和你同在。为了一直守护我们的人，我们将奋战到底，永不退缩。奋战到底，永不退缩。
真没想到，这古堡里的安全和能量系统竟然是叶真编写的，而且他还把智能科学技能和数据都留在我的芯片里。你们起来吧，一行，你们在这里寻找了三年，初始源代码究竟藏在什么地方？恢复就在你现在坐着的王座之下。既然知道他就在这下面，为什么一直拿不到？这下面有一道大门，我们用尽了所有的办法都没能打开。看来没有钥匙做什么都是徒劳。且行，这里的守护者一定知道钥匙在哪，把所有人都派出去，把那些人带过来。是，属下亲自去安排。直接团战硬拼，毒之翼的人太多，我们很难取胜。嗯，我也不赞成直接团战，能争取的时间实在太少，场面也无法控制。叶子，你的智能等级最高，这一仗怎么打我们都听你的。目前最重要的是给乔局长他们争取时间。古堡大厅里一共有100多间房间，我们在这里和他们打游击，大家各自为战又互相支援，如何？嗯，这个主意不错，我赞同。躲猫猫我最在行了，我也赞同。现在可用能量越来越少，大家要保护好奇雅和兵器。我的行动不便，我就在这个房间等着他们。奇雅，让我最后守护你一次。感谢你三年的照顾，我们一定还会相见，虽然不知道在哪个空间。那我们就不需要告别，下一个空间再见。灵气老弟，你的设计确实高端，我那么重的一拳都没把你的机体摧毁。哼，我也没有想到火神也会趁人之危背后偷袭。这一拳我是不够光明磊落，但我是来完成我的使命的。你要是有怨气，我们先公平公正拼一拳。来吧，我也要完成我的使命。嗯，终于我们又见面了。你的速度在我眼里慢得像蜗牛。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是真正的速度。想见识一下守护善良的力量吗？再杀你一次，而这一次竟然完全被摧毁。这样